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每个国家都会举行一些有趣的比赛，而在俄罗斯会举行山豚比赛。这奇葩的比赛有什么规则吗？有着战斗民族称号的俄罗斯人经常举办一些令人瞠目的比赛。不久前，俄罗斯刚刚举办了男性扇耳光大赛，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。近日，战斗民族的女性们也不甘示弱，她们又举办了奇葩的山豚大赛。这个比赛的参赛选手仅限于女性，按照参赛规则，两名选手登台互相猛扇对方的臀部，将对方扇得身体前倾失去平衡就算获胜，如果纹丝不动就继续互扇臀部，直到一方自愿退出。这一幕我们还是头一次见到。赛事方认为，女性扇臀大赛不同于男性的扇耳光大赛，没有那么大的力量，也不会那么残酷地扇到对方认输，所以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。除此之外，参赛选手很多都是超级健身模特，他们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健身房里打造结实的臀部，以抗击外力的击打。其中一名获胜选手，他名叫安娜斯塔西亚·佐洛塔亚，他就是经常出没于健身房，经常会做负重深蹲锻炼他的臀部，以便练出傲人的臀部。看样子，健身的人不光可以拥有让人羡慕的身材，同时还能拥有抗打的身体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对这奇葩的扇屁股大赛有什么看法呢？如果我们中国也举行这个比赛，你们会参加吗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